京总指挥部研究决定，瞄准北京时间6月5日上午10时44分发射神舟14号载人飞船。飞行乘组由航天员陈东、刘洋和蔡旭哲组成。陈东担任指令长，他们全部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，其中陈东参加过神舟11号载人飞行任务，刘洋参加过神舟9号载人飞行任务，蔡旭哲是首次飞行。